阵地的部分哈，那么今年我们原来在之前设计的地方哦，那么因为有做了一些保育的措施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也在整个县政府、地方政府的那么协调支持之下，那么所以我们调整到这个地方做个设计。多少兵力武器？我们今年总共有设计哈，总共有设计的火炮，区分为三天啊，总共有。这种各类型火炮总计有100门，那么我们这个动员的部队，那么大约是1000人，1000人的部队到这个地方。